有人要来，是不是？当然啦，可是这可以高一点。对，对，就是在说你，我没有看到其他妹妹了，就是你了，是不是？来，我们这边试着要来跟大家介绍。来，我们先松点，大家有没有觉得会有点闷热？有吗？对不对？来，先送点见面礼的扇子给大家。不过这要来问一下大家啦，因为等一下来跟大家介绍是我身后这两款车款，一个呢白色，大家右手边的是我们的 1.8 Elantra ES， 请问是一点几？1.8。来，先拿一下。来，是的，1.8 Elantra ES。再来旁边蓝色这台呢是1.6的 Verna， 请问是一点几的 Verna？1.6。哎，我们旁边这边还有谁没有拿到？好，先送给你。是的，吼，那我也刚好喘气完毕了。好，现在来跟大家介绍呢，我们白色车款是我们的 1.8 Elantra EX 啦。那可以看到外形，先看到外形，哇，我们是超跑化的外形，所以它拥有我们的超低风阻系数之外呢，它的旁边可以看到是我们的流体雕塑的设计理念。除此之外，我们还搭载的是我们的电动收纳后视镜以及我们的 LED 方向灯。再来看完外装之后呢，我们来看一下内装的部分。我们内装呢是以一贯的机械空间极小化、乘坐空间极大化的设计理念，在我们的2.7米的轴距空间之下，提供你最舒适、最宽敞的乘坐空间。问到这个时候呢，对，大家可以跟随我的脚步来到旁边来看一下。因为呢，讲完这个之后要来讲的是我们后座的部分。后座的话呢，我们是以6/4分离的倾倒座椅，所以你在每一次出游的时候，你可能习惯说，哎，我们今天带了高尔夫球球具出门，但是我们的后座可能我们后车厢没有办法放的话怎么办？我们将我们的座椅直接做一个倾倒的动作，来调适你每一次最适合的使用空间啦。而且呢，我们的动力来说，我们可以是同级车最高来到146匹马力哦。仔细听哦，因为等一下来送随行杯给大家啦。动力讲完了，来讲什么？讲安全的部分。我们安全的部分呢，完整搭载的是 BSN 整合式车身动态管理系统，而且它搭载的是6颗的安全气囊在我们的车子里面啦。另外，如果说有来到这边的话，可以看到我们的方向盘，方向盘是我们的多功能方向盘，所以你在驾驶的途中，你的双手不用离开我们方向盘，就可以来就控制我们的音响，控制我们的定速功能啦。是的，我们这个讲完之后，要来看一下我们的蓝色这台，就是我们的 1.6 的 Verna 啦。1.6 Verna 呢，可以看到我们外形一样是我们的流体雕塑的设计理念，而且呢，我们是以2.57米的极大乘坐轴距，所以拥有我们媲美中型房车的乘坐空间哦。所以大家可能想说，哎，这台2.7米，这台2.57米差在哪里？其实我们的 Verna 是非常适合女性朋友来做驾驶的部分，因为它车比较小一点，女生驾驶起来会比较得心应手一点哦。再来，它的动力的部分的话呢，可达我们的124匹马力，要记得哦，我们的 Elantra ES 是146匹马力，我们的 Verna 是124匹马力。为什么要来记？因为等一下要送礼物啦，好不好？安全性的部分，我们的这个的话呢，搭载的是我们双前座的安全气囊之外，它还搭载的是我们的 ABS 防刹车锁死系统，可以防止我们在雨天中的时候呢车辆来打滑。另外配备的是我们的电子预缩式安全带，所以你在发生意外的时候呢，我们的安全带就会先预缩起来，让你避免二次伤害哦。好，问完这介绍完这些之后，来小曼，我们要来送礼物了。送什么礼物呢？就是我刚刚说的随行杯啦，是我们的 Hyundai 的随行杯，要来送给大家。好，先来问一下暖身题的部分，要举手帮我大声喊 Hyundai 哦。等一下我问了问题，就是我可能问说，请问这还是我们一点几的 Elantra ES， 你就要举手喊 Hyundai，然后我点你之后呢，你再跟我讲答案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可以。好，第一题问题很简单，我刚刚有再重复过一次的，请问一下我们白色这台 1.8 Elantra ES， 它的马力可以高达多少匹马力？一二三，好，这个那么大声，请问多少？146匹，有认真听课哦。是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们送完一个黑色随行杯之后，我们要来送白色的不一样的随行杯给大家啦。那我来想一下，我们来问什么呢？
刚刚有说到我们是我们的，等我一下下哦，我来想一下我们来问什么问题。好，简单一点，没有错，就是简单一点。刚刚有说到我们的 Elantra ES， 它搭载了几颗的安全气囊？一二三，还几颗？这个几颗？六颗，没有错，今天送给你。好，刚刚有说到了我们的 Elantra ES 是六颗，那请问一下我们 Furna 是几颗？我刚刚我好像有讲到，对不对？来，一二三。哎，就是这里了。刚刚有小小微微声的，就是来几颗，两颗没有错，是我们双前座的安全气囊啦。最后再一个，是不是？好，那可不可以有人跟我讲一下，刚刚有说到我们这个146匹马力，那请问一下我们 Verna 可以高达几匹马力？一二三，几匹？124。小小年纪不简单哦，你一定会想买，对不对？跟你爸爸妈妈讲，爸爸妈妈在哪里？等一下可以来试乘一下啦，好不好？来看看啊。最后，哎呦，最后不得了了，因为这个是我们限量的赠品，是我们的 Hyundai 的行李吊牌，限量行李吊牌要来送给大家哦。好，这个问题非常的简单，但是需要大家的声音。等一下，大大声的给我一声 Hyundai， 好不好？好不好 ？OK 吗？可以吗？有听到声音就送出去了哈，想请问一下，今天大家来到这里，请问一下是哪个车商在做活动呢？兄弟，好，这个先送给你，谢谢。那如果说大家有想要更了解我们这两款车款，或者是大家刚刚如果有拿到 DM 上面想要了解其他车款的朋友们，也可以来到这边里面，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帮大家服务哦，谢谢大家。